我是碧秀，欢迎你收看《台爱最时新闻》。今仔日是2021年12月15号，礼拜三，旧历是11月12。国际消息呢，首先要来关心的是海地这个国家。14号呢，传出了油罐车发生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人。当场呢，民众聚起来哦，当时爆炸的情形是真惊吓。De quoi il en est, il m'a dit que c'est un gros camion de rempli de gasoline. Tout de suite, j'ai vidé les lieux avec ma famille. Et puis, je suis parti de l'autre côté du port, là, jusqu'à. Et c'est tout ce que je peux vraiment dire. Moi, dans sa vie, c'est tout ce que tu vois là, ce sont les flammes de ces bouteilles-là qui sont en plastique.建筑物呢是烧到乌哒乌哒哦，厝顶也差不多拢无去了。会当联想到哦，爆炸威力是偌尔大。这个悲剧发生的地点是伫海地北部的海地角一个所在，油罐车、冰车爆炸，20多间崩下呢，陷入了火海，造成严重的伤亡。原因呢，目前也搁伫咧调查当中。咱外交部也表示讲，暂时是无大伤，也是讲侨民去受到波及。南美洲的国家秘鲁呢，因为地震引起了崩山，结果是50间的崩下受到损害，也民众呢受到当时也非常的惶恐。Nada he sacado mis cosas yo porque anoche mismo nomás traté de sacar mis hijos, sabe Dios, y un ropero he sacado nada más y。地面呢是断裂去，崩下变成了哦，规堆拢是歹去的物件哦。也地方的当局了表示讲哦，因为这个地震是忽然间发生，所以造成了真严重的破坏。有五十户家庭呢，忽然间是无厝通好倒转去哦。也在后呢，民众哦，想要伫个这倒去的厝内底呢，来找一寡有路用的物品。也好佳哉，这场的地震呢，无人亡身。法国呢，伫个南太平洋的苏德新卡里多尼亚这个所在，受到暴风雨的侵袭，造成了将近20000户停电，道路也中断去。道路淹水是真严重。根据法国气象局的资料，强风的风速呢，每点钟来到185公里，相当是强烈风台的威力。也部分地区的落雨呢，已经来到250毫米。当局在学校也个体育馆呢，设立了紧急避难中心，也好加在目前无人员的伤亡。玻璃仔的消息，佮包括了第22号的轻度风台雷伊呢，在哥伦比东南方200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来前进。气象专家吴德荣已指出一个模拟的路径哦，这个风台在6-7天了后，无排除会转北向，对台湾这个方向来，也可能使得全台湾在礼拜日、礼拜一了后呢，落雨机会会提悬。裸体新制基金收益有2132亿哦，收益率是7.35%。以目前呢1225万裸工来有效的效果来计算哦，平均每一个裸工会当分红超过17000块，并讲呢每年3月份都会当领到。南韩呢有一位30岁演员朴素丹，伊罹患着甲状腺乳突癌，也这个病例也予医师表示讲哦，当咱人的阿妈骨那是有局部肿起来，也是讲有肿块的话呢，还有阿妈骨会疼哦，吞物件真困难，而且一直咳咳嗽拢袂好，声音也一定安尼刷哦，呼吸困难呢，都爱马上就医去安排检查。搁倒当来看咱美国情形哦，甲台湾的华人本会做连线，所讨论的就是呢，50个更烈风侵袭着美国中西部8个州，其中肯塔基州是上严重。也组织美国总会已经启动勘灾，甲组织本会啊做连线的会议报告灾情。另外呢，也来评估后续要如何做法好。更烈风2天来侵袭，造成美国中西部8个州受灾，失踪和死伤的人数不断升高。美国组织之间开始抗灾。Then the lights went out and everybody huddled together and it was. The kid was screaming. The kid was screaming and then, I mean, the tree fell, hit the cellar door and then.
美国志工甲组织本会网络会议报告灾情，相当的唔甘。听他们分享啊，龙卷风啊来袭的是那种恐怖的回忆哈。他们也向志工指示啊，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居住了哈，这几乎都是全毁的房子。各界爱心热心，甲衫裤送入去灾区。组织志工也启动，希望灾民伫过节日进前，会当摕到毛毯、衫被甲急难的救助金。争取时效啊，因为24号晚上呢，也等于是下个礼拜五，等于是就是圣诞美国的圣诞夜了哈。那能够在这之前的话，是更有意义。上人鼓励地主开发更多人的爱心，克服这波受灾范围大，而且疫情之下赈灾困难。世间苦难就要世间菩萨发心去救吧，只要就地菩萨号召一下，能不能去到当地呢？就地再呼吁也是可以。多花心一点，见苦吃苦，同时呢，借力使力，在这一波呢，大家人来发挥力量。天寒地冻当中，只要有心，共一个方向，共同护卫苦难众生。台视新闻唐婵君、汪国佳、华联报道。继续呢，也是来关心美国哦。这个所在是北加州北加州的圣塔克鲁兹。去年八月中旬的时阵，这个所在发生了枪击大火，其中在深山内社区哦，这的房舍差不多拢被烧掉去。居民到现在呢，还搁住伫拖车，也是讲帐篷内底，生活当讲是真困难。不过呢，因每一个月拢会开这中建会议，互相鼓励，也强调要来如何防范枪击大火。也目前天气是愈来愈。组织志工准备了一些保暖的物资，再一次来拜访，也听到居民的分享。圣塔克鲁兹深山内底一个叫做最后机会的社区，居民因每个月举行中建会议。一年外来，去予大火侵蚀的危险林木，经过错过整理，我都利用的设计查，小心甲因小气，会当再利用的当作重建房屋的建材。每年夏季林火盛行的季节，都会当降低帮助大火的机会。志工对着17岁的朱利安，走上小山头，沿途已经发出了草。真高的树木嘛，发出了青翠的叶啊！看见朱莉安的母亲苏西，讲到清理家园的点点滴滴。Zuchi has come out and participated in our meetings, our monthly meetings, multiple times. They had a big lunch. You guys brought a big luncheon for us, and it just always makes us feel like we're not alone. Like we are being held up and supported by a whole community of people.That are reaching out and showing that they care, and it's tremendously helpful. It makes me almost feel like I'm gonna cry, but it really is very helpful. I really appreciate it. Why that you can happy? You can be happy. Mm-hmm. Thank you. Yeah, you like it? You're exactly what I need. 一步一步中间，虽然唔知影，还阁在度过偌济冬天才会当完成，但是手上的物资已经温暖入去心肝底。台新闻张金宝、廖琼玉，美国报道。菲律宾政府呢，努力咧提升这无风沙注射率哦，也组织人医团队呢，自今年4月份开始哦，就伫个大型的接种站帮民众来注无风沙。也这段服务的期间呢，有看到真侪医师哦，其实是亲自来参与哦，最近有医学生来实习。也当中有一个真特别的少年人哦，伊就是前中仁病院副院长吕秀全的查某孙吕佩儿，讲伊想要甲阿公，也阁有爸爸共款，用家己医疗的专业来帮助有需要的病患。防止变种病毒入侵，菲律宾吉顺市大型疫苗接种站的服务都甲往常共款。组织联医团队对4月开始投入人力，到即阵嘛也阁伫个机关。Grandfather is very very involved in Zuchi, so I watch how he
helps the patients, you know, and does volunteer work. 伊是读医学系四年的吕佩尔，出身艺术世家。阿公是朱泽林会伫海外第一粒经济前中林病院副院长吕秀全。爸爸嘛是马尼拉真有名的耳鼻喉科专科医师。I would also like to try and be a part of it. 另外一对传承林医之爱的是艾琳母阿囝。18岁的罗兰是艾琳的独生子，重视新教的伊，希望后生会当将伊对志工服务的坚持延续落去。I would like him to, of course, perform good works without expecting something in return. Sa tsutsi niya yun makukuha. Isa sa responsibilities natin as human beings is talagang to be of help, no, to our neighbors, no. Naman din ako kay Mami kasi kagaya minsan busy pero tumutuloy pa din siya and kinagawa pa din niya yung para makatulong sa iba. 少年世代有顶一辈一言一行做模范，和这份医疗之爱会当成为团结之宝。大新闻李佳美、罗文娜、菲律宾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哦，马来西亚新生资助幼儿园已经第二年哦是举办了网络的毕业典礼，也家长呢在厝陪伴囡仔出席这个典礼呢，也会当感受到当囡仔呢穿这个毕业礼服哦迄种欢喜。难得迎来宝贝囡仔人生的第一场毕业典礼，爸母因特别用心将布置做好。今年特别是在家里哦，线上毕业典礼哦，所以就要自己准备，所以我们就把他的照片拿出来，然后就挂起来，然后就帮他准备一个气球，然后就刚好有白板，就写一下黑板，就帮他布置一下，让他开开心心的可以毕业。如今我们是茁壮成长的小幼苗，带着自信要去开始小学的生活。透过荧幕看到囡仔上台致辞，爸爸妈妈大家拢惦记在心头。他看到玩具的话，他也不会买了，他就去看，看了之后就放回去。每次说不要浪费钱，我摸了看了就算了。到底很感动，因为他讲这个钱可以帮苦难人。趁着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甲爸爸妈妈因洗脚，唔止乎爸母毕生难忘，嘛见证了囡仔六年来完美的改变。你在帮妈妈预祝的时候啊，你的心情怎样？很开心。为什么？因为第一次预祝。那你有什么话要跟爸爸妈妈讲？我爱你。还有呢？感恩爸爸妈妈照顾我。突然间觉得他长大了，然后也有懂事很多。最重要的是，就是看他从一开始去学校的时候，他是哭哭啼啼不想要去学校，到现在是非常期待每一天都要去学校的。到今天终于就毕业了，就迈向人生的另外一个旅程，就很不容易看到他这样子过来。我觉得，是真的是长大很多啊，就很感动。如今你们如同展翅的小鸟。带着爸母甲师长因满满的爱甲祝福，才会善良纯真的囡仔，将继续咧学习的道路上散发光芒。大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日马前两天呢，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数是好天到侪云，只有东半部地区呢，可能也是会发生局部的短降雨。也这两天呢，中南部透早有局部的大雾雾，也是讲低云的影响，会去影响到能见度。也马在北部地区透早呢，有可能会大雾雾哦，所以呢，出门的时阵就要注意这方向哦，看会清无。也东半部一个。恒春半岛沿海会发生长影，请爱注意。轻度风台雷伊呢，目前是伫个鹅銮鼻东南方2000公里的海面上，每点钟是23公里转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来前进哦，可能有机会会增强为中度风台。
按照规定呢，骑奥多拜也是讲这奥多拜呢，一定爱戴这安全帽。但是这交通部做统计，如果这安全帽啊配挂的方式若无正确哦，发生事故造成死亡的机会会高八倍这尼啊济。原因是哦，这个安全帽啊可能会落去，也有一种这安全帽的款型哦，或者这俄杯型的安全帽，其实咯，伊个保护效果无好。第十二年前呢，过来就禁止过来贩卖哦。但是也到现在呢，也是有人在戴这种安全帽。机车驾驶伫路口，甲倒歪的车辆相撞，安全帽啊直接喷走去。这款案例还阁未少，交通大队更加发现，因多数戴的拢是这款的安全帽啊。帽带是采取二杯式的一个固定方式，那个二杯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那它会变质，造成硬化。那另外我们也有看到案例，就是，戴着那个旧式的安全帽，就人没有其他外伤，就反而下巴去缝了二十几针。二杯式的安全帽啊，背型的塑胶片会固定伫下海，设计想法是参考工地安全帽啊，但是台湾早伫十二年前就禁止贩售。工程师做的时候，你不需要很快速度的移动。可是机车使用上来就是环境是不一样的，不是只单靠说帽带束紧即可，所以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勒得很痛苦啊，那就松松的这样戴，结果反而就是没有达到固定的效果。交通部统计发现，如果安全帽啊无戴好，事故的致死率比正确佩戴的人高出八倍。关键是安怎挑选适合自己的安全帽啊。有考量到机车的大小，所以我挑了四分之三罩，就是可以保护到整个地方。就是最常见的一般的插口。目前市面上有三款固定帽带扣环与双滴式的安全性相关。那传统的插口就是一边是金属，一边是塑胶，那大力拉扯之下还是有可能会裂开。那像阶梯扣的话，它就是两边都是金属，它的强度会再强一点。那双滴扣是目前公认最安全的扣具，那它的话能承受瞬间的拉力是最大。抓我们扣完安全帽，我们的绳子的长度，我们建议不要超过一根手指头的距离。除了注意帽啊大是唔是变冷气，啊，佮按照头型的大小来挑选。滴起了后袂当落落线，更加爱指明有 CNS 标准认证，才会当确保产品经过压力测试安全无疑。台新闻高以玲、邓英忠台北报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呢，有真侪正规的国际比赛拢停止举办。不过伫台湾哦，屏东和平国小的韵律体操的小选手呢，就不断来参加一寡国内的比赛，用比赛来代替训练。咱来看下体操队的查某囡仔如何为着梦想哦，唔惊苦，唔惊忝。超级好听的台语指定曲，和小选手一出场就惊动全场。全国精英拢伫遮的瑞星杯韵律体操赛，张佑新才二年的，却是包办全能一夺手双面金牌。会赞。总是笑眯眯的伊，亲像袂紧张。姐姐张一曼嘛是常常受瞩目，但是比赛场会用考验。临场反应进来，然后看到姐姐们穿漂亮的衣服就很喜欢，然后也是自己的兴趣，都做不下去，然后被老师压的时候就很痛。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紧张型的，如果很不幸那个失误出现在最开头，他可能整套就毁掉。但是他这一次虽然有一些零星的小失误，可是他有学习稳住自己的心情，然后沉淀好，然后把这个赛事完成。一直练，然后不管怎么练都接不到，然后我就会崩溃。要练到抓到那个手感，从失败练到成功。三。台顶美妙身段，只干了有一首歌曲的时间，台下练习却是已经累积数千点钟。做下腰的那个也是大魔王，因为就是在压柔软度的时候真的很辛苦，因为很痛，然后你又要耗在那里，耗到柔软，真的很煎熬。到这一关100个吧，大概就会走一半了。4点多就开始练习了，练习到晚上8点多，每天辛苦比较需要体力的一个运动下，其实他们还是保持着他们可爱的一个笑容。屏东和平国小韵律体操训练站成立14年，14位小选手希望疫情过后会当梦想起飞，为国争光。台视新闻吴宇轩、王昭忠，屏东报道。
台南一位主持志工吴俊玉哦，几多年前呢，在一场的意外当中受到重伤，当时因是伫大拿主治病院团队的救助之下，慢慢啊恢复健康。也伊甲太太两个人呢，心心念念这份的温情哦，所以这几年来也拢参加主治的付出。也这次呢，为着要关注疫苗哦，因将十多年来呢累积的做农事的收入呢捐出来。把他们都收回，所以他来比较低，鸡蛋比较高，低鸡蛋我就怕这个。其他歌手结集万丈，为着要赚钱做好事。就吃十吨来吼，就收拔啦，收酸啊，我得安尼欠安尼欠。我讲有啊，那你管我遐有够啊？哎，就讲好啊，啊好啊，就提起管啦。十多年的累积圆满隆重，这个决定无凊彩，起心动念就要回想到2001年红赛意外当伤。讲要甲伊，你个脚断去啊！我要甲伊手术，你个脚要甲伊接个脚啦。讲你伫遐倒三日啦，我正知影讲伫遐倒，讲昏迷三日啦，无咱合袂拢是小姐神经拢歹啊。无小姐啊。骨头去放过啊，无滴个啊。也还得饲伊啊，也要食啊啦。感觉欢喜，安尼做嘛袂感觉忝啦。虽然是农忙季节，但是每一处无心无爱的便当制作，王秀菊一定拢到场。阮师兄受伤嘛是伫咱大林医院抢救倒来啦吼，一个心拢看着，想师傅这回疫苗买遐济吼，啊咱着甲伊斗经一个尔啦。感恩放在心中，培养出志工无私的奉献，予大爱无限扩散。台新闻精神秘志工陈和生台南报道。讲到关注这五峰乡哦，组织呢发起了积极爱心全球贡献这个活动，也伫台北的大爱幼儿园也举办了一起健康、所气站的嘉年华活动，包括了有新店甲文山这两地区的志工呢来赞助，做出了真好食的素食咯，也有一挂真好看、真水的绘画作品。亲子同乐做伙过关，台北大爱幼儿园举办。一起健康舒行站嘉年华，新店文山区的志工助一臂之力，各种手路赛拢是以卖单为顶头抢买买。我现在在搞做这，因为我家己嘛真爱食，做最红食，大家拢学咯，大家学咯，系啊，做迄个偌济工啊，算袂清。真够主食的江张月梅，一直是东区相机团队的头壳的，然而疫情期间无得互伊大展身手，一直到最近。再又搁做了各种的手工菜，参与义卖。今天的呈现就是萝卜糕跟臭豆腐，这个是基本的，大家都楼下就很多人订了。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微薄之力，按着给他们走，给他们来做我们的一份心呐、啊。很多都是纯手工，像刚卖出一组那个茶壶是用手工的，不是拉胚的。谢淑凤甲先生两个人拢热爱胡拉陶艺。厝内囤了非常多的作品，朋友一直鼓励因会当摕出来卖，这次拄到了好姻缘。那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要营生嘛，纯兴趣啦。那他一直生产，一直生产，我就说，那你生产那么多，我们就拿来义卖。那刚好这边有机会，那我们未来也是会想要找全省各地有义卖的，我们就把东西带过去。借这爱心全球贡献，大小朋友在活动当中品尝了素食美味。也让爱的能量扩大。台新闻郑春燕、萧正义台北报道。近前呢，北区的主持人哦，在举办岁末祝贺时阵呢，中央和主持志工呢推出了一个台湾立体模型，而这个模型呢是七年前哦有一场展览结束了后，因一直保存到现在。也为着要做整理呢，有一群志工哦，因年岁拢超过60岁哦，大家呢是日夜赶工来完成这个作品。岁末祝福，志工因甲台湾齐心向前。电影来啦！全台各地证书堂支援疫苗注射站，因为爱而闪失，共同守护全世界。为了完完这一步，制作团队3个月前就开始筹划，而且坚持一切拢爱回收再利用。台湾这个模型就是利用玻璃浪做成的。
用那个加热的线，钨丝，一人拉一边，它就顺着这样子推，啊，那个热度到的话，就开了。这个环保站捡的铁丝，磨尖尖的，就装上去。行动电源，这个是环保站拿的，把它拆开。为了标示出33个疫苗注射站，先用科技精准描绘，找出33个我们的联络据点哈，我们的在台湾的这些有施打疫苗的到场，他们的地址，那根据这个地址用 Google 下去搜寻，就是相对的位置点，我们再把它标示上去。手底大小的证书精写，以对等的比例 3D 列印制作完成。我们在做 3D 的模型跟实际上做模型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先把一片瓦片做完之后，再照着弧形整个把瓦片铺满。爱用脑力，嘛爱细心，更爱用心。因拢是年过60岁的长者，无讲忝，就算受伤了，嘛忍痛来付出。应该呢，一般的老人家像这样，已经是在家休息啦，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在赶工啊，伊嘛是拢哦。手疼拢疼吼，嘛是拢来倒做啊。非常的神，刻画出台湾地形，庄严展现因对这片大地的爱。大新闻陈庆雄、古敏华台北报道。第二阶段新闻将时间交国语主播林国新。谢谢毕秀，观众朋友早安。国语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国内疫情的进展。昨天没有出现本土的病例。而疫苗的接种呢，开放第18期的预约了，符合资格的民众有上百万人。不过呢，开放3个小时之后，却只有14多万人完成了预约。指挥中心就特别提醒，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要尽快来接种，因为目前国际间的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还有新变异株的威胁。但是呢，国内2剂疫苗的覆盖率却还不到65%。没有本土病例，也没有死亡个案，不过境外移入有10例。10个病例分别来自8个国家。国际疫情正热，尤其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在英国更出现首例死亡个案，台湾是否也该加强警戒？并没有把这些相关国家现在列为来转变高风险这个国家的一个计划，不过当然还是会看那一个情况。特别我觉得要分这个年龄层这边的统计，我们比较可以知道说，特别在年长族群这个部分不管有打疫苗或没有打疫苗造成的死亡的比例是不是真的有比较下降，这样我们比较可以做医疗量能以及关于它威胁程度的一个评估，避免病毒入侵后对社区产生风险。疫情稳定时就该赶快打疫苗，目前覆盖率一剂终于突破79%，二剂64.56%，追加剂则0.14%，群体保护力还需加强，但18期疫苗预约却乏人问津。经过3个小时，那目前是完成是42,033人哦，那原来符合预约的资格的人有184万人左右，目前我们就是在等这个后续的一个预约状况，那在评估后续的预约平台如何处理。至于中研院 P3 实验室染疫事件，目前完成采检的接触者都是阴性，不过整体案件还需要持续收集资料才能厘清。指挥中心要求中研院最晚19号要交出调查报告。台新闻林婷、徐英豪台北报道。另外，春节专案已经正式启动了。指挥中心强调，防疫模式不敢选哪一种方案呢？都是14天，而且采检的方式会比过去还要严格。就连防疫计程车的量能也都全部到位了，可以满足呢返国民众的需求。机场人员引导民众到户外采检，国内春节专案正式启动，旅客大包小包提前返台检疫。稍等一下，司机会来带你们。来两位哦，谢谢。旅客一组接着一组，因应大批返台潮，防疫计程车业者准备好了。早上目前的话大概是556位，然后一整天下来应该会有2300多位左右。机场的防疫计程车是600台，他们会一直循环，两个航厦会一起支援，在另外有支援部队的部分。旅客上车前都要经过全身消毒，另一头专人忙着确认检疫的相关资讯。你这次使用是什么样的春节的那个检疫的方案？A 方案，10+4，10+4。
哦，所以你现在目前是要去哪一个县市的房子？台北市。得先通过检疫才能团圆。根据统计，专案启动首日截至早上11点，共826人入境，其中选择检疫 C 方案，也就是7+7的人最多，将近70%，有557人。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因为现在 Omicron 病毒比较不确定它传染性，对，所以我们让它就是可以在别的地方，然后等到一定的期限之后再回药。整体入境的高峰还是落在1月3号到1月16号左右。现在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限制，因为变异株的关系，各个机场旅游的限制相对变多，所以在移动上相对困难，所以要回来的这样并没有一个爆发潮。指挥中心表示，这次检疫虽然方案多，但采检流程都比过往严格。而集中检疫所虽然还有空间，但因Omicron疫情可能会有量能需求，目前还是暂停预约。台新闻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呢，防疫方面的好消息，是不是又有新冠疫苗的这个新药上市了呢？辉瑞药厂最新宣布，实验显示新冠口服药能降低大约90%的重症死亡率。辉瑞表示，经过1个月的追踪，697名首次出现症状之后，3天内服用口服药，有5个人住院，没有人死亡。另外呢，对照组的话，682人服用安慰剂。40多人住院，9人死亡，这些人都没有接种过疫苗。辉瑞希望大家在病况严重之前就可以在家服用药物。那么最新资料已经送交美国食药署来申请紧急授权。至于国际疫情方面呢，目前新变异株 Omicron 已经入侵将近80多个国家，超过10000多人确诊。英国出现境内第一起全球首例的公开死亡案例。首相强生虽然紧缩防疫，努力呢提高追加剂的施打率，但是还是无法阻挡新变种病毒超强的传播力。因为光是在首都伦敦呢，总确诊数几乎有45%都是感染 Omicron。当局就警告，未来几天这款病毒呢有可能全面攻占伦敦，因此必须加快第三剂加强针的施打计划。长长人龙几乎看不到尽头，英国民众抢着打追加剂，还有上班族牺牲宝贵假日来打疫苗。They told me it's going to be a couple of hours, but I'll give it a try. 英国疫情告急，13号更已经有国内首起感染新变异株死亡案例。当局警告，不要再认为 Omicron 只会引发轻症。It's vital we remember that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lag infections by around 2 weeks.So we can expect those numbers to dramatically increase in the days and weeks that lie ahead. 卫生部表示，全球闻之色变的 Omicron 目前占英格兰地区总确诊数20%，不过在首都伦敦却已经逼近45%。预告未来48小时内 ，Omicron 就会变成伦敦主流变异株。专家也再次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赶快去打加强剂。But what we can say from our data is that the level of antibodies that you have.Against the Omicron after vaccination are much lower than after 2 doses, and certainly make a strong argument for getting a third dose to provide boosters for that immunity. 政府也开始扩大追加剂接种族群，一周内要让18岁以上民众通通都可以打。就连在野党也替政府背书。The vaccine is safe and effective. It protects us and those around us. That's why Labor supports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get every adult boosted by the end of the month.为了提升保护力，当局整合医疗资源，提高加强剂施打效率。不过，随着伦敦逐渐失守，政府是否能在 Omicron 全面攻占英国前守住民众健康，再度成为强生最大考验。带来新闻谢条斌。关心美国中部龙卷风的后续消息，重灾区肯塔基州目前有上百人呢下落不明，20000多户大停电。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联邦灾难状态。而各救援单位现在都前往支援。客厅仿佛被炸弹轰过，玛莎原本想约上3-5好友来家里欢度耶诞，现在全部泡汤。It shook like crazy. We could feel the wind.回忆灾难当下惊心动魄的场景仍历历在目。美国突如其来的龙卷风不止把家园吹成一片废墟，还吹走了一条条宝贵性命。The age range is 5 months to 86 years, and 6 are younger than 18.
有人形容这简直是人间炼狱。重灾区肯塔基州上万户停水停电，再加上冬季的零下低温，让幸存下来的灾民困难重重。We're pretty much going to be here for Christmas, New Year's, and for his birthday in this little shelter in this church.幸福佳节一夜变调，拜登宣布肯塔基州进入重大联邦灾难状态，并表示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最高可提供$350,000的住房修复金。The governor of Kentucky who's lost family himself, it's pretty rough stuff. And but we're going to get this done. We're going to be there as long as it takes to help. 但重建需要的不止金元，各地民众自愿前往支援。I did not call a single person. These people showed up. They showed up. 有人载着满满的物资来发放给灾民，还有不少人排队捐血。There is a common bond. People are good. People are good. 带新闻留着于编译。美国《时代》杂志公布2021年各领域代表人物，外界呢最关注的年度风云人物由电动车大厂的执行长马斯克夺得头衔。众所注目，高度期待美国《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13号出炉，由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摘下头衔。So this is a man who's just sort of become, ever present, across a lot of different sectors.马斯克年近50岁，身价已经逼近3000亿美元。他不止掌控特斯拉，也是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创办人兼执行长。NASA has abdicated its operations to put people in low Earth orbit, and for the time being, at least, put people on other worlds. SpaceX has stepped in like. 选上马斯克，因为他致力替人类生存危机寻找解决方案，不惜推动颠覆性变革。的确，马斯克为了减缓城市间交通，设立大型隧道公司，甚至计划在脑内植入晶片治疗不治之症。Elon Musk is someone who pursues his goals relentlessly, and I think that does sometimes make him blind to the potential human toll, the potential human cost that that can create for some of the people. 事业版图只是其一，马斯克独树一帜的幽默感。让人摸不着头绪，却引发股市大地震的推文，被《时代》杂志形容是丑角也是天才，是企业家也是表演者。It is a chance to recognize the people who led us, or even enraged us, the people who amused or inspired us。举足轻重却也争议不断，反映出《时代》杂志无论正面负面，先对影响力的评选标准。相较之下，2021年度英雄就是众望所归。If this would happen 2 years ago, we would not be ready. Saying that happened overnight, it took 2-3 decades at least. 四位科学家用 mRNA 技术研究大脑，用神力军创造出的科学奇迹，对全体人类影响之大，远远超过新冠疫情。大新闻邱冠安编译。我是从事病毒研究的研究人员。在我研究的生涯当中呢，我发现到感染人类的新病毒呢，很多都是来自于动物，我们叫它为人畜共患的疾病。这一些病毒呢，都是源自于动物，所以人畜共患病毒呢，将会是人类最大的敌人。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远离敌人呢？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接触动物，不吃动物。所以我在2009年已经开始茹素，我茹素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要远离人畜共患疾病的感染。大家最近应该常在媒体上听到说，茹素者当他感染了新冠病毒，变成重症的几率大大的降低。在我的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到很多的植物萃取物呢，它其实是具有抗病毒的成分。所以呢，这里我要呼吁大家真的要茹素，那么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有绵绵不绝的抗病毒的成分来保护着我们。最近物价飙涨，相信很多朋友都有明显的感受，对社福机构还有慈善团体来说，开销更是明显变大了。
例如台北市中正区的中勤里，里长为南机场附近的居民开办了幸福厨房，提供供餐，也替长辈呢送餐，食材花费可以说是越来越惊人。因此有些规模比较小的社福单位已经呢缩减供餐的天数，甚至决定呢不办了。这波通货膨胀使得钱变薄了，但是如何不让社会的爱心缩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毕竟中午厨房忙得不可开交，南机场幸福厨房提供老人送餐及供餐服务，只要20块钱便当，每天500份，而且餐餐都是无菜单料理。有很多商家愿意捐菜给我们，或捐物资给我们，我们会这样子凑起来。最主要是以我冰箱人家捐给我的东西为主，我来煮。由于食材无法自己决定，每天到货工作人员都像在打开盲盒，一旦断货还要自行采购。只是最近的菜价真的让人下不了手。以前我去买青菜，可能一斤差不多18块、20块，可是从去年疫情开始之后，我去买青菜可能一斤要30块、40块，这个物价怎么讲？常年都在讨论啊，还是一样啊，不是吗？你看。之前那个葱100要300-400块呢。之前前几年都是用买的，所以我的贷款有1000多万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没有菜的时候要花，还每天还在煮，那时候煮100多个、200个的时候还好，还去贷款。那现在一天要煮400-500个，如果没有办法接得上，对我们的厨房就会很大的压力。办供餐有10年经验的里长方和生说，不止他们受物价影响，有些送餐机构不是收摊就是却步。而很多社区他就不愿意做，因为你波动太大了，对他来讲你的补助不足以支撑他的时候，我今天做一天就好了。通膨或许是自由市场供需之下自然发生的现象，但爱心团体要能挺过物价波动，除了政府要简化补助流程，怎么找到资源也很重要。不管从申请方案到核销，各种的程序对很多的社福团体来讲，他都非常痛苦。在你们公部门怎么样去改变，让社区他能够连接到更多的资源？那政府你不能给这么多的补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协助连住连接资源给这个社区？你要慢慢的拉开。慢慢的，用你们最慢的速度拉。通货膨胀吃掉了金钱购买力，如果不让爱心跟着货币一起缩水，冲击弱势，成为国家的重要课题。戴胜万千第一台北报道。今天报道持续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来关心受虐儿童。今天我们的新闻镜头带您走进医院的小儿重症加护病房，也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受虐儿童死亡风险最高的危险因子。我们只是希望能够保护小朋友，每年大概会有差不多350到400位小朋友住进来。那事实上儿虐占的比例其实不算高了，大概每年平均大概是10个左右。对，那这10个里面其中有一半是所谓的那个受虐性脑伤，大概有超过一半都是需要手术的介入。即便是有顺利活下来的孩子，其实后面也是有一大比例他们可能有一些神经学后遗症，比如说他可能会有脑性麻痹啊，或是癫痫，或是一些肢体上的障碍等等。7到8成它有合并一个视网膜的出血。那事实上其实如果跟一般那种意外造成的脑伤来比，其实它死亡率其实高很多。比如说以我们自己医院的一个资料显示，我们一般外伤造成的一个脑部的伤害，其实死亡率大概是落在1到2%。但是如果今天是受虐型脑伤的话，事实上它的死亡率其实是超过10%。是因为像交病房，我们每一床其实都会有那个监视器。那我们上面那个监视器的那些数据啊，其实它会直接连到我们在中间的，会有一个电脑。他们只要有一些状况，比如说现在听到这个警示声啊，其实它就是可能是某一床，它有一些状况就会发出警示声。那
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那种意外造成的脑部的受伤，其实平均的住院天数大概在交病房的天数大概落在3-4天左右，相差其实蛮大的。比如说趴睡，或者是跟大人同床造成的婴儿猝死症，或者是说误食药物啊，然后误食那种就是家里面的一些清洁剂那一些，他没有办法提供儿童日常生活基本的一个所需。临床上我们常看到被疏忽的孩子，他可能比如说身材比较瘦小，那可能就穿着可能比较邋遢，那可能好几天没有洗澡，那卫生习惯也会比较不好。在意外伤害啊，他不管是在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他其实都是排在前5大死因里面，甚至在12到18岁，他甚至是排在第一名。受虐型脑伤，他的死亡率其实是其他疾病的等于是3到4倍，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可控的，就是走到更前面去预防这样的事情发生。对，那总比我们后续在后面在医疗端就是去抢救，但是后来即便这个孩子活下来，你也会觉得说这个结果好像是不如预期。小儿交病房其实 面对到的疾病其实很各式各样。对，因为像成人他们会分成外科交病房跟内科交病房，那18岁以下不管内外科，只要他要住到交病房都是住到我们这里来。2-3岁的小朋友，他可能不只是需要那个医疗上的照顾，他还需要人家安抚。像这个是我们护理师在用的工作车，那有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个放一些影片给小朋友看。环保教育深入校园，台北市的道江户家举办了环保教育展，透过大数据还有志工的宣导，青年学子对塑胶垃圾危害有了很大的感受。这杯五十果是指什么 ？V， 答对了，耶，五个，那你们一起练好不好？好，一人抢答，五人过关，输赢不是重点，学得环保知识更不虚此行。设计的这个题目啊，还有我们设计的这个这个课程的内容，还有学习单，都让学生他们呢非常的惊艳。这样的一个上课的方式真的有趣有用又好玩。到西野哪一年海洋的垃圾比鱼还多？西野哪一年？会诊国际更新数据，环保展前进道江户家，学生们有觉知塑胶侵害环境进行中。买个早餐到家可能5分钟而已，但是要把这些塑胶袋完全消耗掉，却要花500年这么久。我不想要未来2050年之后呢，那个大海里面的塑胶的东西大过于鱼的数量。我想有一个完好的地球。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例行环保52，地球永续的心愿才更有机会达成。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郑惠美、邓丽娟台北报道。岁末年终，南美洲巴拉圭慈济志工关怀送暖不间断。最近，志工到当地的公立医院送消毒用品，也替贫困家庭准备了液氮物资，可以说是把祝福送到了心坎里。9户家庭，每一户20公斤重的食物篮，志工是挨家挨户送到。有要照顾残疾孩子的单亲妈妈，不只是拿到物资，还有特地准备的营养品。也有因为疫情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志工定期来探望，这次多了液氮礼物。更不忘关怀疫情下最前线的医护人员，志工是主动打电话询问，立刻送来他们最欠缺的消毒水和清洁液，口罩和防护衣也一并送上。共同走过艰难的时刻，在新的一年也会是大家最好的后盾。大爱新闻真善美职工西卫欧蔡慈琪巴拉圭报道。
美国慈济拉斯维加斯联络处在一所高中举办了牙科义诊，慈济美国总会呢支援相关的设备。不过，从洛杉矶要到拉斯维加斯来回需要8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慈济人不怕辛苦，投入人力还有物力支援，圆满了这回的义诊服务。特制木箱打开就是一面活动柜，一寸寸塞满牙科医疗器材，因为这全都是要送往400多公里外的义诊场地。Thank you so much, Team Up from LA.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ese fun here to help Vegas without outreach.驱车4个多小时，终于抵达高中体育馆。志工赶忙架设器材，但如何才能提升医疗效率？慈济人有秘密武器。我们把所有的设备呢，全部用颜色来处理。换句话讲，就是牙科的 color code system。所以不管是医生、专业人员，或是动不动的志工呢，在一个有效、安全的训练之下呢，他们很快就上手。大型义诊多人分工，除了看诊医师，志工清洁消毒器材更是不马虎，处处细心服务，让带着一家五口前来看诊的莉莲娜感受深刻。We don't have insurance, so we have been neglecting our teeth, and we heard that this missionary was helping everybody with the dental work.Without insurance, no questions asked, just making sure that everybody felt comfortable and their teeth were fixed. So that's why we're here. 把握每一次义诊机会，未来慈济拉斯维加斯联络处也计划添购牙科医疗器材，就近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骆淑丽、陈寻满、杨乔佳，美国报道。被誉为新闻报道奖项当中的大奖吴淑文新闻奖昨天颁奖，本届一共有7个专业奖项，其中呢，大爱电视的旗舰专题报道《垃圾去哪了》获得国际新闻报道奖的殊荣。另外，慈善新闻网摄影记者蔡哲文以太鲁阁出轨救援系列作品荣获了新闻摄影奖的肯定。得奖的蔡哲文身穿特搜队制服，特别醒目。他是救护义消，也是特搜队，更是摄影记者。参赛作品呈现救灾人员抢救生命的感动，获得第35届吴淑文新闻奖新闻摄影奖。这个奖项，我希望说献给所有救灾的第一线人员。我希望说我的照片是可以让所有人感受到温暖，可以感受到救灾员给大家的希望。得奖的是大爱电视。国际新闻报道奖项慈济人文置业再下一城。我想在制作这个专题的时候，刚好是疫情方兴未艾的时候，那么我们从一张大马3层楼高的洋垃圾污染的照片，一路追到了全球污染的一个轨迹，把整张拼图给拼出来了。这中间我们被拒访，甚至大马的记者还被抢劫，历经了许多的变数，如果不是锲而不舍，以及对于这份专题的一个使命感，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完成。垃圾去哪了旗舰新闻专题报道追踪全球境外垃圾的旅程，日前也拿下2021年全球华文永续报道奖长片类优等奖，如今再次获奖，不仅是报道内容备受肯定，也代表环境议题越来越被重视。大爱新闻梁家明台北报道。新闻最后一起来看到天主教国度捷克在首都布拉格美丽的耶诞灯饰，感谢您的加入，我们再会。